今天爸爸教你怎么钓鱼，可以吗？这样拿一根棍子就可以钓上来啊。以后读书还是钓鱼啊？钓鱼。哦，钓鱼啊。要读书。嗯，对，要读书，知道吧？不读书没出息。今天教你儿子怎么钓鱼是吧？对，从小培养他钓鱼。你看到什么了？看到蚯蚓。蚯蚓在哪里？蚯蚓在洞里。小蚯蚓。我死。这个鱼给我钓吧，让我体验一下钓鱼的乐趣。我还从来没钓过鱼呢。现在开始钓了，这样丢是吧？嗯。小勺子中了一条哦。啊！我要来给我拉它。草鱼吗？一条鲫鱼，你一来就帮我拿桶子啦。啊！怎么刚刚我钓半天钓不到？对正着，对正着。我的目标是草鱼，钓几条草鱼放在下面那个养鲶鱼的那个野塘里面去。看见啊，马上上货！啊，又上了！又上了！蛮快呀、啊。这是什么鱼？草鱼。草鱼。草鱼。你把它放船里啊？嗯。要钓个十来条。学爸爸怎么钓鱼哈？你怕蚯蚓吗？不怕。那你可以吃吗？不。做了可以吃。做了可以吃啊，这个能吃吗？这个做了也不能吃。怎么又是鲫鱼啊？拿桶子来。怎么又是鲫鱼？这不是我的目标鱼哈，大不大？大。说大。大。真的。这不能钓草鱼啊，不能用蚯蚓。我没有草鱼的那个饵料，改天去买一点。这个鱼塘里面草鱼多啊，用这个蚯蚓也钓得到。上货。草鱼，直接拉到船里面去。鱼比刚刚那条大呀。嗯。上货。草鱼吗？这个鱼塘里面的草鱼放的太多了，真的放的太多了。跟单一到七八九月份有分塘啊。不能加大的鱼，我就玩一玩小鱼。大家看一下啊，今年的鱼苗现在大的有巴掌这么大了。邓云浩，蚯蚓不要放到手上。放地上好不好？现在不钓了，钓不了。这我小孩在这边啊，太捣蛋了。抓了一条大。抓了蚯蚓，又抓耳朵，又抓嘴巴，又摸脸。哎呀，你家下次钓鱼不带他来。我跑着来耶。你跑着来呀、啊？我不带你来，我偷偷的来，我不告诉你。我带人跑过来。他说钓鱼他要跑着跟着我来。现在把这个草鱼啊抓走，钓到了三条，改天自己不下去不下去。还可以哦，这么大。现在把这三条草鱼放在这个野塘里面去，大家看一下这个野塘这么多浮萍啊，放几条草鱼让他们吃，给大家看一下今年养的鱼苗啊，这一条就比较大一点，放下去。嘿，这一条也比较大，下去。这一条就小一点，过来。现在回家了，小子走回家，家里面有鱼，走。抓到蝴蝶。